其实我觉得都挺好看的，因为每一位节目都是演员们付出努力，然后包括导演，包括电视台的支持，所以每个都很精彩，都是很好的。我这次就是会和一位非常好的前辈，非常尊敬的前辈一起带来一首歌，先卖个小关子吧，是一首温暖然后好听的歌曲。对，我觉得这一次和大家沟通起来就是像一家人一样，然后包括会有更多的尝试，会有更多新的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蛮好的。春节就是和大家一起过，和平观时众们一起过，在家。这点还比较幸福，就是家里人都会来陪我，所以蛮好的，就比较幸福。其实没所谓，我觉得年夜饭最重要的是跟家人在一起吃，吃方便面都行。对，更多新闻下载北京时间 App，每一条新闻都发生在北京时间。